准备好听到一些犀利的男女话题了吗？我之前跟杨丽炒过 CP， 而且后来你们也知道啊，杨丽有了新的 CP。 哎，你们知道我每天上网突然刷到他们俩的 cut 是什么心情吗？你只会觉得拒绝我的人多了，你又算是个什么东西。精彩程度跟去年比有增无减。作为一个外地人，没有钱的话，在北京你会穷得特别具体。我家现在到公司要倒四班地铁，到河北只需要两班。我就说那一段特别打动我，在好笑的同时又非常的就咣叽一下。我偷吃那个零食被我妈发现，我妈特别生气，说你天天不吃饭就吃这个油，你知道这是什么油吗？我自由。谁会真的关心这些呢？什么时候我才能问一些我真正在乎的问题？比如杨澜老师你好，我有可能得到您的拍灯吗？我很后悔没早点拍。每年啊，第一轮到最后呢都很难过，到了最残酷的时候，那么我们就要启动终极车轮战。太恐怖。只剩最后一个名额。天哪！啊，真的吗？不可能。